大家都棒棒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将可以获得2888令吉的现金奖。哇！大家平分对吧？谢谢，谢谢八的空间。呀，谢谢。对，然后呢，新年嘛，我们怎么可能少得了 Crystal 王雪晶呢？对不对？嗯。最后这位压轴嘉宾要给我们带来这首《贺新年》，有请来掌声。新年快乐，年初一快乐。